陈医师，不好意思，这是我堂哥的核磁共振检查报告，可以麻烦你帮我看一下吗？ 这是血管母细胞瘤啊，一种很罕见的肿瘤。啊，那怎么办？陈医师，拜托你一定要帮帮忙。他人呢？他现在人在台北，但是之前看过很多医生，都说没有办法开刀。这个是可以开刀啦，只是手术有一定的风险。真的吗？那我一定要赶快告诉我堂哥，他一定很高兴。 他现在情况怎么样？他现在双脚已经没有办法走路，所以必须要靠轮椅。他病多久了？大概差不多有四五年的时间，不过详细的情形我也不是很清楚。回去跟你堂哥说，再拖下去情况只会越来越严重，还是赶快来医院，让我们看怎么治疗吧。嗯。我先去开刀了。好，有什么问题再跟我说。好，谢谢陈医师。 小婷的家属吗？是，陈氏，我女儿怎样的？手术非常顺利，你们可以放心了。太好了，谢谢，非常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陈医师，我们现在可以进去看小婷了吗？哦，她现在麻醉恢复室，等一下护理师会带你们进去看她。哦，好好好，谢谢，谢谢。 看到看到现在，那个先天性动静脉畸形的手术怎么样？还顺利吗？好。爸爸很累，让他休息哦。来。阿姐，就是这个啦。 这里哦。
姐，无你甲堂哥哦，先在遮休困啊。好啦，何你安遮尔啊无用，真歹势。没啦，阿姐，你莫安尼讲啦，只要堂哥吼会当好起来，这无算啥啦。堂哥，你爱好好休困哦，你的病吼一定会好起来，莫阁烦恼，好不？那袂烦恼啦，有病医看甲无病医，也拢无效啊。阿姐，陈医师吼，既然讲会当开刀，就表示阁有治疗的希望啊。所以吼，你即马就爱甲心情放好轻松，啊，其他的吼，就交予陈医师，啊，阁有组织大呾病院的医疗团队，即每一个人吼，拢足专业的，所以吼，一定无问题。哎，陈医师，敢是主治医师？是啊，陈医师吼是这间病院的神经外科主任哦。主任哦。嗯，而且吼，伊毋是普通的主任哦，伊是最厉害、最厉害的主任。啊，陈医师，什么时阵要过来看阿坤啊？伊敢知阿坤啊已经住院啊？阿姐，你莫遐着急啦。陈医师吼，伊即马当在无闲，而且伊阁有门诊爱看，啊，阁有一挂其他急诊的手术嘛，拢爱去处理啊。所以吼，稍等一下，等伊无闲煞，伊就随过来啊。好，等伊无闲煞过来的时候，才有时间详细看阮阿坤阿的病啦。阿姐，陈医师吼，看病人拢足详细，嘛足认真嘞。你放心啦，一定无问题。啊，无我看，我先来替恁准备一挂即几工爱用的物件，吼。好啦，啊无就麻烦你啊。袂啦。感谢。阿坤啊，陈医师是主任呢。哎，邱专师，来，我替你介绍一下。阿姐，这位是邱专师。你好，你好。哎，伊什么人？伊是神经外科的专师啦。专师吼，就是专科护理师，啊，伊就是陈医师的助理。你好，阿伯，我叫做思琴，是陈医师的助理啦。啊，以后吼，若啥物代志，拢会用同我讲哦。安尼哦，啊，不过你也毋是医生，甲你讲讲无效。阿姐，当然嘛有效啊，因为陈医师吼足无闲的，所以专师吼就是斗相共陈医师来处理堂哥的代志。啊，堂哥吼以后若有啥物情形、啥物状况，伊拢会当随时甲陈医师讲。安尼哦，啊有这款的哦。哎，吴先生，你之前有来门诊过？他是说哦，我们先做一个那个抽血的检查，那等我们陈医师忙完之后，他会过来这边看。哦，感谢啦。哎呦，不要客气啦。安尼，吴先生，那你就先休息一下，等检验报告出来，我们再看看陈医师怎么说。好。阿姐，我先来替你准备物件。好啦，阿姐拜托你。好好。哎，学长。哎，谢谢。你马上先来吃饭啊。嗯。哦，菜都没了。我没讲，还有这么多的菜，要惜福啦。世界上啊，还有很多人没得吃。谢谢。对嘛，学长，这样就对了，脸上挂着笑容，这样看的人也比较没压力啊。商人说过啊，笑容是最好的良药，病人看到我们医师的笑容，就会产生希望和信心，这样子啊，再严重的病情也会好大半。照你这样说，以后我开刀的时候只要笑就好了，不用电烧也不用切除，病人的肿瘤就变小了。学长，
错哎，蛮好笑的。看不出来你平常那么严肃，其实还蛮幽默的。学长，奇怪，像你这样吃饭的方式，我怎么没看过你那胃痛？该不会你的胃其实是铁打的吧？快点吃啊，等一下我们整。阿君啊，既然咱危险的所在来到这，你就莫想遐尼济啊。昨日咧睏的时，我落去楼下行行的，去拄到陈医师的病人，我甲探听，伊讲陈医师真厉害啦，伊学了甲会达字，伊人也真好啦。伊讲哦，叫你唔免烦恼啦，无得看哦，伊有法度甲你的病医好啦。爸，什么代志？你会当帮我把窗帘丢起来无？足惨啊！哦。阿坤啊，不多要啊，我来买饭，给你吃好不？我袂晓，你先食，我等下再阁食。安尼哦，阿无，我把等下再食好啦。爸，你先食啦。好啦，我无多呀，我先来食。啊，食完顿啦吼，先煞阿去买一份，顿来互你食吼。袂使不分呢，无啦，我后尾点啊，阿袂你看，我这人也烦哦，就想要点分啦，已经惯习啊，改也改袂过来啦。阿伯，啊你哪会困伫遮，阿无入去啊？无啦，啊这莹莹阿无代志做，困伫遮咧休困啦。哦。陈医师，稍等嘞，我搞一下嘛，啊，盘西啦，啊，来，请。阿坤啊，陈医师来看你啊。陈医师你好。即个核磁共振刚才报告印出来啊，血管母细胞瘤无唔对，即款肿瘤拢生伫个颈椎三到五节之间呐，普通来讲是两三公分大，你个较大，四五公分，我的建议是爱开刀，会当开刀咯？我认为是会当开刀试看卖啦。有关的病的五五年啊，有小可长期受损的神经已经无法度恢复，开刀较好啦，开刀嘛会当避免继续恶化。阿坤啊，你有听阿陈医师讲的无？若早一点啊开刀吼，即马就免坐轮椅啊啦。爸，你莫讲遐啦，
好啦，我知影啦。歹势啦，陈医师，我呢一直讲遐一寡有诶无诶。阿伯，无要紧啦，陈医师吼袂见怪啦。陈医师，你安尼愿意甲阮斗相共，原来阮就真放心啊啦。阿君啊，你讲对无？他肿瘤提掉是无啥物问题啦，啊，不过手术的本身是一定有风险的。玉坤的肿瘤算讲是足大个，顶管又布满血管，手术较困难啦。若是有啥物万一，也是有可能血流不止，导致死亡。啊，搁有啦，这肿瘤拄拄啊好。就先伫咧掌管呼吸啊，搁四肢功能的所在。若是手术的时阵去伤到，不只是瘫痪的脚袂好，嘛有可能去影响到伊的大小便，啊，搁自主呼吸功能。陈医师，这手术这么危险，啊，你有几下疤？吴先生。我老实跟你讲，我无法度保证手术一定成功。啊，不过我会当保证，我会全心全意去做。啊，若无要开刀，会平安啊？无要开刀，这肿瘤愈来愈大，上尾就是呼吸衰竭，啊，搁较严重。陈医师，我要开刀。阿坤啊，你唔好冲动啊！这这么危险的代志哦，咱还佫好好来做参详啦。